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软教育的 Joe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 Whiteboard 里面使用绘图功能，并加入文字与影音。当我们必须进行线上活动或是制作精美笔记的时候， Whiteboard 绝对是你的最佳帮手。不但能使用绘图功能，更可以加入文字与影音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 Whiteboard 学习这些功能。进入 Whiteboard 程式后，首先先新增一个空白的白板。假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台湾知名景点，我们可以先新增笔记，并打上标题。接着我们可以去图库寻找我们的素材，直接在并线上搜寻图片。选择喜欢的图片之后，按下插入，也可以选择放大或缩小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插入想要的影片，并贴上其连结。接着将影片插入后，就可将影片拖移至想要的位置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把所有景点按照相同方式编辑，就大功告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以上就是今天的2分钟让你会，我们下次见。